张单我感觉无用啊，我感觉小单。两阶，所以呢，你再把它怎样？
初一。初一能够做什么？七。七是什么东西？工商。工商。对。嗯。有了工商之后，这里就简单了。七加六。这个空格你可以点什么？你可以六加七，你也可以二十扣七。来，好好的把这个写好。你可以用上楼的方式算出这个空格，你也可以用下楼的方式看到这个空格。那刚刚这一个的运作，关键在我们把公差算出来。再来，如果你懂。摆两个空格，那你的数字谨慎。先把第一小题写好。如果里面摆两个空格，这时候你要用公式，不好用。那你要用还是可以用，那就要看你要怎么用。就是说连第三阶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，只我知道下一个，比较下一个高度设施，那我只知道这个。养成把想法写上去的习惯，不要只有计算。不要只有计算的过程，想法最重要的。然后你要练习完整的写。现在就是整数才会有对的感觉，然后分数就多一切。偏偏这一组算出来就是分数，就是没有整数，整数不了。想法老实说，跟刚刚一样，对不对？只不过刚刚除以二，现在必须除以多少？因为二十跟六还是差十四，但是这边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所以公差是三分之十四。这个没有错，就是对的。那你要把这两个空格填出来，你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是上楼。上楼就加三分之十四。如果你是选择用下楼的方式，就是用二十去扣三分之十四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数列是这样子看，六什么什么二十，这个叫做等差数列公差为正。
如果你是这样子看的，你是从二十往下看，所以你会先写二十，然后再写问号，再问号，再六，数字越写越小，所以你的公差叫做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空格填什么呢？六加三分之十四。这个呢？六加三分之十四，再加一次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用二十往回算，这个地方会写二十后三分之十四，再下一格二十后三分之十四之后呢，还要再下一阶。这两个答案一定会一样，这两个答案也一定会一样。马上，好，写一写。分数自己把它上完了，也就是说，不管它有几个空格，我都能够上。对，它中间不管插了几个数字，数字键对我来讲都不困难。然后呢？我只想算这一个数字。如果我只想算这一个数字，其他的我不打算算的话，我只想要算这一个数字，你会怎么算？对准焦点，我说我只想算中间那个数，我只想算它，那你会怎么写？我只想算它，其他空格都不要求你，只要求要填中间那个空格，那你会怎么去算它？
算这也算好，这也算好，因为我要算的这个数字很特别，它刚好在哪里？对，它刚好在中间。老实说，这一题跟第一小题是一样的。虽然第一题中间是一个空格，这里面没有五个空格，可是他们两个是算同一个题目。对，都是算中间。也就是说，我根本不管这边有几个空格，我也不管这里有几个空格，我只要知道你是中间就好。所以，这个的算法跟这个的算法一样，都一样的。这个相减的。接下来我不会处理六，我是处理二。21是什么东西？从这里到这里，从这里到这里，这个叫做它在正中央。你除以六没有错，我现在是在跟你讲，你再想一下，你除以六的算法是对的，没有说那个算法错，那个不是对的算法。我现在是在跟你讲说，我现在是要算正中间这一个，对，我是想要算正中间这一个的话，其他的不要算不算。这个的算法跟第一项的算法。平均一半一半，跟刚刚这个算法一样。它刚好在这中间，20破掉6等于4，你除以2，一样的算法。所以这个空格怎么算？你可以用9，你站在9那边加21，你也可以说你站在51往下，对不对？51扣掉51，不管是这样算还是这样算，都可以一样，都可以算出这个空格，把它上。这个正中间的这个数字有一个特别的名称，对，中项，没错，中项。那因为它是等差数列的中项，所以这一个我们把它称为等差中项。所以等差中项，如果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会有一个公式出来。你现在已经知道公式是什么了，请你导一下，为什么你的公式可以那样子写？你可以自己导公式吗？你已经知道公式了，还不知道了，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下。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等差中项的公式了，请你自己导一下，你为什么会使用那个公式来算？得到跟我们一样的答案，为什么你那样算就一定对？这个正中间的这个数就叫做等差中项。
这个是正中央，正中央，正中央的这个数字。如果是这个是正中央的数字，我们把这个数字叫做39跟7的等差走向。那39的前面有一个数字，7的后面也有一个数字，这两个数字的等差走向有什么？那这个的旁边这里有一个数字，这个旁边也有一个数字，这两个数字的等差走向有什么？不管怎样，我们先用这一对来看。从这里到这里，跟从这里到这里，一不一样？一样，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一样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一样，这个一样是多少？你是不是先用39，后7，得到32，再把32怎么样？就会得到多少？所以这个空格是16，这个空格是16。我发现呢，你用注意看啊，你用7扣16，刚刚好会等于39。来，报告，先报告。7加16刚刚好会是39。16，等一下，不急，不急。框框减七，从框框再爬到39，39减框框，这两个会怎样？会，所以就可以搞公式。也就是说，中项。中项中间的这一项，抱歉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是从七到框框，我从七到框框，然后它这样爬上去，它这样爬上去，它这个比较高。框框减七跟七减框框就差了一个符号，对。如果你选择用七减框框，七减框框，这个算出来会是一个负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是39减框框，39减框框是用大的扣掉，扣掉框框会变正，那一个正的一个负的会相等。那我现在希望他们相等，所以这个是中项，对不对？这个跟它的距离就是把它们两个相减，所以我们用中项扣掉七。那这个的距离呢？
用三十九扣掉什么？扣掉中项，这两个会相等，关键在这里会相等，因为它在正中央，因为它在正中央。七，正中央。七，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是中间正中间，然后这个地方是三十九，所以他们为什么他叫做中项的关键是这个的落差跟这个的落差，这两个落差是一样的，那这个的落差就是这个的高度破掉这个的高度，对，中项破掉七，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三十九破掉中项。那三十九扣掉它会等于中项扣掉它，可以吗？你用七扣掉中项，你这边就要用中项扣掉它，不然会差一个符号，要小心。我用它扣掉它，这个就要用它扣掉它，这两个才会相等，不然就会差一个符号。这两个相等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扣掉的中项移过去就会变成。加中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减中项过去或加中项会变成中项，这个中项减这个减掉中项过去会变加中项，对不对？就会变两中项。把这个减七移过来呢？减七移过来会变什么呢？加七得到多少？四十。所以。两个中项，四十六事实上就是三十九加七，那两个中项是三十九加七，所以那个中项可以怎么写？所以那个中项就可以是这样算，三十九加七再怎样除以二，来把这个写一写，这个就叫做等差中项的公式。所以我们刚刚很明显不需要这个公式还是可以算的，为什么要讲？因为有它的方便性。最下面那一道题，对，第七题，十五页的第七题，不急着算，不急着算，不急着用公式，给你公式不代表你一定要用。给你公式不代表一定要用。有时候不用公式还反而快。
什么，他又没有要求要所有控股问题，这样的呢？意思说，他是想要重叠跟 B 而已。你是最有想法的。那公司的缺点就是比较没有想法，就只能用公式，然后劣势棘手。但是你有没有把题目看懂？你把题目看懂之后，你会发现他不用公式，不是符号的话，就好，那它在正中央就是它的高度，它的高度跟它的高度。
37到58的高度跟58到8的高度，那个落差，那才会在中间。那落差有没有？没有落差。落差有，那个差距是20，差距都省下，58加到 A 加到12，这些上一下，然后差22，加差 B 五。自己去算命。对啊，慢慢想，想清楚。58的时候，79、12。等差数列的关键在等差，等差数列的关键在等差。然后你算出来的人，请你想办法把空格全部填满。你有没有办法把空格填满？老实说，刚刚这个21根本就是37、58、A 这三个数字的公差。对不对？如果我的等差数列看的只有这三个数字，这个21就是这三个数字的公差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还要把，它这边还有挖两个洞，对不对？公差就不是21了，公差是多少？21除以2吗？3，到底是除以多少？3，除以3，因为有几个落差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公差是多少？21除以3，一个落差是7。你有这个7，你要把数字填满，很简单。所以等差数列同学，你们要记得，等差数列的关键在等差是多少。你要抓住那种等差的感觉。所以空格要填满，并不困难。红点都填完了，还有 B 的部分 ，B 的那一行要写。这个12指的是他们两个落差，对，他们两相差12代表他们两个是落差。那从70到58是在下面。要是要等差数列，所以下还要再下，从这里下了12，被你算出来对不对？从70到58，我下了十二，所以从58要到这里，我要下十二，就是可以。有算的，就对上。那是把一零分算还是？4、4、3。你70扣掉18，70扣掉58，是从这一个下到，从70到这边要下12，那从18要到 B 呢？也要下12，那我要下12什么意思？减12。